兄弟们，那个昨天我锻炼一下身体啊，我们现在准备去钓鱼了。昨天我跟一个阿姨，我跟个小姐姐来这里玩的时候，遇到一个钓友啊，然后他说这里好多鱼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环境啊，所以说今天我就过来了。走。哇，就是这里了，兄弟们啊，看起来水质不怎么样啊，但是鱼很多，有很多的鱼打水。他说那个钓友说在这里切了六副纸线，先不管了，先搞啊，只要水不是黑的就可以啊。准备钓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根本没法做，下面泥巴是软的，所以说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我跟王阿姨睡过的床搬过来当钓台。各种准备工作就绪，兄弟们啊，准备开钓。来了，宝贝儿，拉饵走起。来了，宝贝儿，什么鱼？双飞、裸飞？哎呀，我天！又来了，宝贝儿，什么鱼？还是罗非，我天哪，这么多！哦吼，又是罗非呀！哎呀，小白条都来了。第五钓，双飞漂亮，双飞漂亮。我的妈，这个人啊！哦，漂亮，又漂亮，漂亮。这什么？飞飞仔是吧？可以，哇塞，舒服，兄弟们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位大神呐、啊，这个大师我在钓鱼，我在学一下，还在开直播。哎呦我操！我取这个飞很大喽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坐钓吧，就钓了这些啊。鱼情还是有，但是说那个钓友给我讲的切了六副纸线，我这钓了两个多小时一副纸线没切啊，这里面基本上都是罗非白条比较多，白条太多了，然后过把瘾就行了啊，哪里来哪里去啊，走起。喜欢户外野钓的我们继续关注啊，下期继续。哈哈哈哈哈。